其实同一位上 N 乡村进行的应该是往哪一方面去读？人同人才、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和都市建设各五方面去进行。落到村的时候，我和村两位工作都开展了谈心谈话，跟住尾我遍访了49条的自然村，发觉咧村两位干部咧都党性都非常之强，好团结，执行能力好强。听下嚟，古代讲淮山家世，阿贤倾偈，入埋呢题，欢迎收睇葵剧嘅阿贤倾偈。红莲更则了学问，阿一时记代行恩。那我呢台咧未有团啦，都要妒忌嘅一个要晒，又要妒忌嘅团队嘅门系。白沙战朝间团要系几后去活轻要晒，同埋解决门系嘅啦。葵剧节目咧，听来其实两位嘅外表同我呢题倾偈，其实分别系白沙战朝间团阿一时记卢国王，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白沙战朝间团安慰委员王国威，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系你向我咧，但系老师记嘅好险，但唔系本地人，系哪嘅呢？我系江门市市区人，系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派驻白沙镇朝景村嘅第一书记。嚟住村之前咧，我净系知道朝景萝卜好出名。佢除咗朝景萝卜好出名之外咧，还要我会佢还要旗下嘅呢个了解咧。嚟咗之後咧，我就發現咧，朝景村咧就好大嘅。佢有成30平方公里，有49个村小組，在冊嘅户籍人員咧就有6000人。咁呢個鄉縣亦都好豐富，包括有著名嘅台山五友之一嘅黃浩村啊、黃炳麗，還有咧就係香港知名嘅藝人黃錦新。還有美國著名的橋梁黃金泉老司機，你有自團澳朝景團啦。講按日咧團建咧，就 A 台台嘅小弟子喺屋企時咧，但係有冇話會唔會要好嘅期望啊？係啊，當一次要以時機電池嘅時候，個個都要好愛嘅期望，希望咧新時機入來可以愛來新嘅活力，新嘅思維。爱两位朝景团未来样团建设加速，老司机两位朝景之后，小弟我都爱佢，落去各有多人团，熟悉大环境，熟悉大团面。多位同一位，其实咧就话协助你啦，但系都好了解去摸牌嘅佢咁多，其实。按你讀開過一下你嘅更多字候，你發現咧，同埋籌緊團嘅時候咧，但係要摸摸門牌咧。落到村嘅時候咧，我同村兩位工作咧都開展咗談心談話嘅。跟住尾我遍訪咗49条嘅自然村，發覺咧村兩位幹部咧都黨性都非常之強，好團結，執行能力好強。咁但係咧喺2019年嘅時候，通過專項嘅摸牌咧，就發現。我哋村委有名幹部咧就有犯罪嘅記錄，咁咧為咗全面加強村組織嘅建設，提升黨嘅先進性、純潔性，樹立黨喺人民群眾中嘅威信同埋良好嘅形象咧，我哋開展咗一系列嘅整改工作。有真正好啦，佢想按你乜發展嘅方向咧？未來嗰啲問題，我哋堅固戰威嘅部署。係咪結合我哋同呢位嘅時代情況，開展嘅門系整改，招聘我哋温換來嘅團幹部，含善含話，佢又可理解同埋支持組織嘅更多。只有我做職務之後咧，我哋團委嘅建議，不論程度，我後備幹部隊長嘅推進出。優秀的人選，電業兩位辦都，增強兩位辦都的活力，我加強三位一夥的債務，加強佢嘅數量建設方面。另外我民生方面、食宿方面，為群眾辦咧，好食宿，到2019年呢。一来，我哋朝景电团路系四号，
按間多會要以後幾間路啊貼白米嘅。另外我業團嘅資幹哦，我哋當價100澳元嘅海洋冷路眼。其實還要乜措施呢？除了我們落實了三會一課的制度之外，我們還開展了過政治生日會，還有給黨員派發政治生日卡這樣的活動，還和江門市稅務局、台山市民港旅體局就組織了黨建活動，包括呢就是慰問和探訪老黨員、扶貧戶，還有舉行愛眼日等活動，有成30多次。通過這些活動呢就增強黨員的自豪感，同埋增進了黨員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凝聚了黨的活力。咁喺抗疫期間咧，村嘅兩位幹部咧就起到積極的帶頭作用，帶領村嘅黨員同埋群眾咧就共同抗疫。喺抗疫嘅崗位上咧就連續咁樣奮鬥咗成60日。呢啲工作咧就得到鎮委嘅認可。喺今年咧，就我哋村委咧就被評為先進嘅黨組織，副書記亦都被評為優秀嘅黨務工作者。咁我亦都光榮咁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除咧話有係杜康兩位幹部依個見識，其實還有一樣嘢比較自重嘅，但係鄉村戰慶，其實同一位上你鄉村戰慶嘅應該係往哪一方面去度咧？其實我只有同五方面同現代。產業、文化、生態環境同都市建設及五方面嚟點啊？攰閪係試試諗個圖先。其實喺之前提到嘅美國著名嘅橋嶺啊，黃金泉咧，就係我哋潮景龍盤村人。台山人咧就素有衣錦還鄉、尋根問祖嘅咁嘅情懷。咁龍盤村人咧就係、是。在海外賺了錢回來就來家鄉搞建設，龍盤村的村前十棟的民房和村後的白倉學校、聯安碉樓、都是海外華僑 的傑出的建築優秀代表之一。村前那十棟碉樓其中中間那八棟呢就是已經有百多年歷史的了，就是南洋的華僑咧，就係、是、捐錢翻嚟統一建造嘅，所以咧就整齊劃一，裝修多元化，極具嶺南嘅特色同埋橋鄉嘅韻味。咁聯安碉樓咧就坐立喺後山上面，俯瞰成條村，就氣象萬千。咁龍盤村咧就係、是我哋鎮今年重點打造嘅特色精品村。咁喺發展期間咧，就遇到最大嘅問題就係點樣活化嘅問題啦。咁其實喺龍盤村村後嘅白倉學校啊、聯安碉樓啊，都非常之適合搞餐飲業同埋民宿嘅。咁我哋陣咧誠意邀請就有興趣嘅合作人嚟共同打造共築鄉村振興之夢。生態方面咧，要啲巨蟹嘅措施。其實我哋喺龍門村嘅打造咧，已經係將周圍嘅生態融合喺文化嘅打造入邊，已經打造埋。佢其實會以現代同埋餐飲方面嘅呢個展興要乜嘢用？農業方面、農餐邊壓縮農餐邊方面咧，我潮州老伯嘅應該咧，好年都識噶啦，我學生年紀不上都認識噶啦。只不過咧，我蘿蔔嘅價格係比較矮嘅，同埋依個嘅波子期可按，起碼我哋要先研究喺幾日發展嘅蘿蔔嘅線價咁，單價佢嘅蘿蔔嘅經濟效益，我哋白沙貴正小學嗰啲係我客區女唯一嘅學校。我客區女嘅幼兒同埋小學生都全部都係我喺翻學嘅。阿老師佢喺學校探訪嘅時候咧，了解我學校嘅護士崗係比較前叫，同埋啲護士嘅數量係比較少，同埋唔係幾適合嗰啲幼兒。
粵澳啊，老司機的的嘅田橋各方面嘅支持啦，啊個國民市民政局嘅支持，連接佢嘅無限記錄上位，我係貴正小學嘅，即係設立一間護士紅夢藥學空間嘅護士室，兼地六月份而家係開運嘅啦。還阿老師嘅安慰的，還阿安慰的嘅發運起咧，運行所的管呢有800多嘅護士，豐富呢外客管內嘅呢小朋友嘅藥學。你個講我個群咧，同事之外，其實要諗乜更多向同先向方面又係會喺實施嘅。我哋潮景嘅南口村咧，就係一個經濟較為薄弱嘅村。咁佢入村嘅村道有成900米，都冇做硬底化。咁河邊每逢一落大雨，河邊嘅河水咧就會浸咗成條路，嗰成條路就坑坑洼洼，就非常之難行。咁我將呢個情況咧就。同鎮政府相關嘅部門已經溝通咗多次，亦都通過咗市稅務局嚟聯繫相關嘅部門，就最後得到咗市交通局嘅支持，喺今年嘅春節前咧就已經將嗰條路修好啦，就解決咗村民行路難嘅問題。另外，我派出單位江門市稅務局咧就積極配合鎮特色香品精品村嘅打造。去年底喺龍門村咧就建設一條古色古香嘅税收宣傳長廊，咁同周邊嘅民房啊、碉樓啊就有機咁融合，形成咗龍盤一景。咁當中要望你阿伯話印象深刻嘅嘢咧，都係建議都係老師嘅業內之後。都記得啊，老司機啊，啱啱來嘅時候，啊老司機的。落下乡了解啊，屯门嘅乡土问题嘅时候，也一部行车招标啊，老司机，我外客管理49%都系同佢，100%都会个晒噶啦，一架行车咯，我似话要咧屯门啊，话嚟商量个屯门，还要那个。要佢講白白淨淨嘅，一部硬車我已經話滿了解下水，我唔係講得同明亮，佢係我嘅自盤嘅阿姨司機。開始咧，我哋潮景嘅同明基坦同明個個都認識到老司機啦，阿老司機經常下乡，一部硬車咧就會所有嘅屯都去過晒噶啦。基本冇得提防啊！老司机嘅事都好了解。所有嘅潮景屯嘅屯面嘅一个阿姨印象，同埋一对深刻嘅印象，都系话你哋系撑车嘅老司机。咁你业屯业富嘅过程当中，要阿伯为令到你印象深刻嘅嘢。我印象最深刻咧，就系我哋村有个扶贫户咧，就系因为疫情嘅期间啊，就佢啲冬瓜就滞销。咁我同我派出单位公民市税务局。嘅當地部門一反映，咁我哋局嘅黨委啫就非常之支持，喺全市系統咧就發起咗認購，跟係1個月就將扶貧户嗰啲冬瓜就全部賣晒，1萬多斤，1萬多斤嘅冬瓜全部賣晒。並且係按道嘅按時嚇，係啊，意味咧，依樣嘢係按時抓緊時間有少至得，嗯，好。有冇話了解過都係話賣啊出個硬價都係其實係你都肯做買嚟，全部係我啲同事買曬。有冇話覺得好吃啊？有冇翻期嘅情況佢啊？我哋村嘅灰皮冬亦都係同潮景蘿蔔一樣咁出名嘅，所以反應都好好。嗱，其實港澳都係話志同軍部啦，但係話內澳只係一個發展，其實咧，但係艾瑞田嘅面貌，下一步其實要乜計劃呢？目前咧，我就係全力咁投入脫貧攻堅。咁我有信心咧，就係打贏脫貧攻堅戰，帶領全村嘅人進入小康嘅生活。咁完成咗脫貧嘅任務之後咧，我將轉投入去鄉村振興嘅工作，就建設美麗嘅大潮景。基本上建立嘅重點都係
扶贫共建，系咪佢嘅乡村建设啦、未来乡村建设啦？我系草根团嘅五副扶贫府，2019年而家系过标准嘅贺特平，今年咧我哋要加强佢嘅扶贫巩固能，扶贫巩固嗰个更多啦，系咪？配合啊，老司机咧。佢嘅界力好高，佢嘅乡团真系咁多。嗯，嗱，听过啦，但系长英团嘅两位外表倾过之后咧，我感觉上咧就系话阿婆咧，我自听几嘅局限，又系话曹经唔晚即系曹经和伯出名，头先话江云嘅就系曹经嘅暗架也非常出名，并且咧曹经嘅华侨文化咧亦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氛围。佢几乎包含咧姚记整合啦，但系昂人啦，但系又靠同一位阿雄伟咧，但系话卢氏记啊、伊氏记啱嘅一齐努力，就话系会做得更加好嘅。眼镜解咧非常之感谢两位过来，下期节目我再见。